警报声不断响起，决斗中的黑斑羚却并没有看到袭击者。两只黑斑羚再三确认，既然没有危险，那决斗可以重新开始。然而就在此时，八宝突然杀出，如此不讲武德，黑斑羚被当场拿下。可是发动偷袭，这正是花豹的拿手好戏。